你在照片上写这些话，这是什么呀？毕业照那天啊。希望你喜欢。我给他们每个人都这样写的。男人，不管你想问什么，答案都是 yes。QQ 里的海贼王呢？你也喜欢看海贼王，我也喜欢看。我很久没有看海贼王了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赶紧分数考这么高，怎么选个这样的学校嘞？好多人都一直在酒包，那是搞成欧阳洋的。我终于可以离你那么近，我想对你说，樊小雨，我喜欢你。我喜欢一个三年，我为了他来到这个学校。真巧，你也考了西传了。为了他背靠我吗？我们一定要辅导，告诉你父母，然后我才知道我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。放在眼里。等等，那鞋被我穿坏了，一双破鞋你提它干嘛？你扔掉不要的破鞋，我就拿来当个包。